好了，镜头锁定在台湾，继续来看南北合作，唔那影响到总统大选，更加牵动到立委的布局。像高雄立委第一选区，民众党第三个月前就提名詹温丽来参选，啊，民进党是要争取四连败立委柯宜莹，不过国民党到今一直无提名，外界解读就是要把这区让予民众党。即卖南北顺利来整合。国民党高雄市党部的主委黄兆顺讲，若是无变数，国民党就未阁杀人出来了，会全力来支持民众党的詹温丽。民众党在罗水溪以南唯一提名一席的柯立惠陈文丽接走基层拜票，这月初已经选总部成立时，郭文泰亲身到南徛台，即马拿杯手牵手行到天，安尼立委的选举卖合作。既然总统都能够蓝白合，我们地方的立委一定也是蓝白合。如果在这个状况下，我们应该就不会再推我们的候选人出来，也就是讲，在高雄立委第一选区，国民党会联合民众党参选，而这对詹温丽来讲，绝对是上帮针。团结所有可以团结的力量，然后我们可以用我们多数的民意，然后希望能够最后还是能达到，我们希望能够换人做做看。那被还被挑战的，也是林雅朱清立委柯其雄。无论是被市长陈其迈参加党土典礼，或者是对人伫咧舞台顶跳舞，柯其雄连任之路是扛甲真彩。伊出生伫咧屏东政治家族，转战高雄，伫咧2010年立委选战，进行国民党后三摆选战，拢赢甲真水气。啊，若詹温丽过去是国民党员，去年以无党籍身份参选高雄市长，落尾得到民众党提名投入高雄立委选战。虽然起步较晚，毋过拿袂下，敢会互人赢惊一个？这腿都累，蓝白要合，我们不能去阻止，但是我们只能要求自己必须不断的努力，必须一步一脚印，甚至按照我们的选战的节奏。面对高雄第三区将在南北海机票区，柯其雄敢那不哩惊，不过这一摆南北整合，那影响总统大选，确实有影牵动高雄柯秀立委的选战。Hello， 我是郑雅芳。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 YouTube 频道。